咚个哩个去，冬季里哪首神曲人气最爆？台湾、香港、内地势均力敌，偶像、天团、新贵百花齐放，年终岁末为你点出大热好歌。2017年 TVB 八金曲榜第四季竞选，周六晚上6点 TVB 八。投入加勒比女王的尼维斯岛，一个理由就足够了。当我踏上岸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放松了很多。放松吧，你现在在度假。这个这么迷人的岛屿，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加勒比女王。深入热带宝藏的多米尼克岛，才称得上真正的加勒比体验。你看这个小朋友多可爱，他从壳里爬出来了，看着万千个小泡泡，令你有置身在一杯巨型香槟里游泳的感觉。探索地平线，琳达旅游时光，周一晚上9点 TVB 八。男人帮困兽斗，闯福建客家土楼，挑战体验式文化旅行真人秀。没有想到会是你哎！上山下海，究竟谁是真正的文武全才？对不起啊，差点没完。没办法，谁叫我们专业呢？智力、体力、耐力，全副精神斗一番，究竟谁能笑到最后？还有多远啊？还有4公里。我为什么？真的没打？为什么不抢？好运旅行团，周日晚上8点 TVB 八。打工是为了快乐。圣诞老人就在这里。翠如比比到北欧玩着当打工仔，证明这说法对不对？我这个呢，就是太空的糖果的旅行团，办这个土豆泥要办15盆呢，手都要抽筋了。做一条龙打工仔，一天 OK 行吗？我真的要尝啊！是啊，好臭啊！跟这个树屋房间拍照，员工福利，看哪个角度好呢？反走红星去打工北欧篇，周一晚上8点 TVB 吧。浪漫同游新加坡，美女约欧巴，深情告白蝶恋花。改天带女朋友来这里吧。以后我们再来。哎，干嘛一直对我表白？挑战刺激游戏，世界轮流转，谁说女生只会小鸟依人？害怕吗？真的很害怕，我感觉快疯了。疯掉了，牵着你的手。凭着爱赢得美人芳心，温馨共进晚餐。探索地平线，都市密游，周一晚上9点半 TVB 八。